大家好，我是铁人一号。对啊，对啊，好久没用这波了哦。我因为我最近五颗石头一直狙，现在是一神魔之塔成一拳超人的，你看一拳超人出现，就在这里，对，是在你的面前，超人，请努力抽下去，对啊，对啊，抽下去大侠就是你。可我今天要来表演的是，对啊，我已经竞技场失败2次，对啊，都是一个礼拜没有打。就宝箱打不开，对，就有打，我昨天有打一场，哦，你好，很乖，哦，五颗，哦，爽啊，对啊，要不要抽一千超龙？我没有抽，请，对啊，大家努力抽，对啊，没有要抽的，对啊，他不就送一个合作卡，对啊，我等到黑金啊，过年大黑金啊，对不对？最帅的黑金，对啊，要抽就要抽最美丽的。昨天最，去年就抽过了莉莉丝啊，对不对？我看官方佛心给什么？对啊，免费礼包，还有什么？对啊，哦，里面还有什么？召唤兽里面有多什么召唤兽？哦，这一只呢，杰洛斯，龙卷，战栗龙卷，什么是战栗龙卷？是在里面啊，托卡斯里面吗？里面有战栗龙卷，哎呦喂，哦，里面有战栗龙卷第三名的，哎呀。奇遇啊，杰洛斯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他的技能是什么。对啊，二三四鼠盾无属性，指定固定连击盾。固定连击盾，消手消，可是他没有数字盾啊，没有解数字盾啊。对啊。哦，25倍，自身就25倍了，延长十秒。哦，我怎么上瘾？我嘞，你过来怎么换我？乱七八糟，看一下，他都没有数字盾啊。对啊，我这个也只是打好玩的，真的打好玩的啊。这个合作对我来讲，这是他就是看我的一拳，砰！哦，我倒了。哦，你绝对倒了！哦，他说是给你增加时间去转啊。对啊，他没有要直接表演啊。对啊，他们都没有要直接表演给你们看的啊。对啊，所以是某些小勇用啊。对啊，是这次没什么用啊。这个加 buff 的啊。对啊，2.5的宇宙小金刚啊，都反手削，我是反手削，还好，我是反手削还好吧。我、哦、他这里面都让你增加，让你去转呢，就是，对，他会让你花时间去转，可是他不会直接给你解，对，他给你解只是说二四五那些盾，二三四五这样，对。对啊，都可以，都有这些都是都，它是可以给你解除的，对，可以解除，可是它还是没给你重点啊。对啊，它还是没有给你，对啊，数字盾不用消啊，一开下去，砰，哦，直接炸过去。对啊，啊，这里面有小宇宙了，对啊，2.5倍的那种增伤啊。对啊，就是没有那个。对啊，你被锁，他这是不是说无视金锁，是一般链条而已哦。对，他这只是无视锁的技能，他只是一般链条。你遇到金锁一样，这张卡是，对不对？直接王八掉，直接王八卡，对。对啊，这是，哎，不好破啊。连级相等盾。
无事连机相等顿。还不错啦，可是还是没有无视数字盾啊。对啊，他数字盾还是，对啊，那是固定连击哒哒哒哒哒那样子。对啊，就你打破那个次数就爆了那种，很简单啦、啊、不是数字盾啊，还有四字盾我超想抽，又有四字盾还是奇遇，对啊，是奇遇还可以，对、啊。哦，沃斯地面防御全队十倍，对啊，很猛啊。其实十倍还不错、啊，很猛了、啊。生命回复还加三倍，这个强啊，对啊。而沃斯单刷沃斯连斧哎，对啊，电击时人可移动啊，当直接无敌啊，直接开无敌啊，基本的无敌啊，因为现在，对啊，我那也会让你那个不会进入疲惫啊。哦，首批自身角色有这只火属性，对啊，就先增加三连击，对吧、啊？就三康博王，就是你消三康，有这只杰洛斯，他就给你棒棒棒三下，嗯、要消火属性，手消，你真的是还好哎、欸，对啊。消耗50力哦，对，哦，他是40抽一定中之奇遇啊，对啊，总共0.8%最低啊，奇遇，对。40抽，总要200颗啊，嗯，4520嘛，对啊，4520总共要200颗，他让你抽一只奇遇，对，他抽完以后我增加426颗，我只奇遇，平平看啊，直接给我奇遇比较实在，还要抽奇遇吗？啊？徐冲石冲锋，哦，一拳超人，真假的？干一拳呢、欸？结果出生出来是什么？是银牙。嗯，抱歉，这种是合作队哦。对啊，这算是真伤啊。可是还有属性啊，看你绕什么。对啊，你只要绕水。对啊，你不会被秒杀。对啊，也有可能会无视这个他那个功能，你照样被秒。对啊，你照样被电甲的。嗯哼。对啊，你手势附送水一定是水。对啊，然后对方刚好无视水属性，你刚好无效攻击。对啊。然后全队1.8倍，全队无视敌人防御力。对啊，然后对方也全队无视你防御力，对啊，所以这张可能会废卡，现在很强，真的很强，对啊。打一场啊，转命运啊，对，对啊，你们拼一下赚啊，对，不然快过年了，到时候出一堆我没抽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要拼观众群的，好不好？对啊。
然后代表看我的台都上班族啊，对啊，没有出现，都上班啊，都是，都没在量了，都上班族，对啊。还说一整天没出现，那个人有搜寻我，然后一整天没出现，然后说啊，他又跑去鬼混啦、啊。抱歉，我每天一定都会开，不会鬼混，对吧？哦，撸神魔之塔11分钟了，对啊。打完这一场应该 pass，对。谢谢大家看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点赞哦。对，麦美丽呀，对呀、啊，很重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不要没有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对，是我傻眼啊。我觉得分享。对不对？绕一绕，哎，你就有5颗钻石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请订阅。对啊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分享给你，对啊，你分享你的订阅给我，对啊，这样不是很赞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很舒服嘛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上来多多看看我的频道，对不对？何乐而不为？对啊，我录这神魔之塔一拳超人是得多余的，我还有天下在录天堂眼，对啊，不然你不想看影片，可以直接看天堂眼。这比较久了，因为他把它解成1080，刚开始解析度都他都不会很好。哎呀、啊，那个 YouTube 要我上传上去的时候 YouTube 要去转换，对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他可以代购这个手机的这个快容转换，对啊，所以你看起来就还比较不 OK 啊，对啊，觉得不是故意的啊，用那个一上传啊，你这个画面怎么那么烂呢？没有，画面都1080的，不是烂，是你要等他 YouTube 转好，转成10。我已经给他1080，他上去还没转成1080给你们。对，他们上去转的时候是从对，搞到144，对啊，480，对啊，慢慢转上去的，就762慢慢转上去那些啊，对，转成720，转成1080啊。对啊，那画面怎么会这么 low 嘞？我全部最少1080啊，最好机器最少可以撑到1080啊。你如果说4K 的话，我勤换电脑。对啊，我500一定够的啊，我500一定4K 跑得动游戏。对啊，啊，等我装骂你的时候再搞 4K。对啊，我搞高画质，然后。有些弟弟说啊，哥哥，我那个叔叔，我那个开不起来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用好的东西给你们，可是你们手机有些真的不给力，我也没办法哦。啊，也不是故意的啊。我500页我上手很轻松啊，可是那爸爸妈妈给他的只有一点点啊，他玩他跑不起来，他爸妈很累啊。对啊。就看不到画面啊，那也要跑 4K， 它网路要够，那个硬体也要够一点，对，对啊，不然看不到。我若用 4K， 很多人看不到，很多人在1080就有的1080就已经很吃力了，很多人还在用720的，对啊。然后考量那个，对啊，就是有他能力上面这样子的问题，对，不会去考量。我说是播1080就好，对啊，我开太高，到时候有些人开不起来，举掉。哎呦，还有 8K。
对啊，油趋势是8K，嗯，8K 的趋势啊，还不错啊，对啊，羊驼，嗯，好，今天铁羊号就坐在这里，对，OK 啦，对啊，播完啦，对啊，打不打？你这个打，你说打这个哦，这个阿红在打，又不是我在打。